演奏的好不好啊？哦，我特别留意大家卡听吼，真正足迷人，尤其是迄个声音，迄个萨克斯风迄种起迄种沙沙的声音吼。所以这萨克斯风演奏了后的就有一种沙哑的声音，是他这个乐器的特色啊。啊，当然人有演奏无？哦，有得挂点墨镜啊。